間新聞。交通事務局公布澳門陸路整體交通運輸規劃2021至2030諮詢總結報告和規劃文本。休息一陣，下一節回有其他新聞。新聞時間，一名在本澳升讀大學的內地男子懷疑墮入網絡詐騙陷阱，預測最高紫外線指數大概5，級別屬於中等。午間新聞報導完畢，再會。